己天不在，你保护好自己了吗？强，没有。谢谢大朋友的钻粉飞机儿，谢谢。头呢？是啊，我头呢？我摄像头呢？你头呢？我头呢？我头呢？你不会以摄像头啊？哎呀，他们说我没画面。OK OK， 调一下。对不起，兄弟们，把你们忘了。你是好人吗，大强？我是好人，特别好的人。耶耶。何呆呆发言。我当时是看这个，我是刀的谁来着？我刀的这个人他啥？没错啊。他们说板子开错了。啊、错他们说板子开错了。那没事、啊、okay, 他们说的是没事，现在是两压嘛。 OK， 我刀的这个人他就是说我刀的是鱼鱼啊，他在那边一动不动啊，我就给他嘎了。然后这个苏苏他上来就跟我说什么什么喂我喂我啊，他应该是秃鹫，我觉得这一刀我能认，然后其他星星就没了。但是上面倒两个腿我不是很了解过。我知道步步步开刀了，步步步炫了一刀，那么而且他那刀给我的感觉并不是什么好刀，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说话，而且他过去的刀人的时候很丝滑，他刀完人了之后他还想跑，所以说在我这不不不应该是狼。过来，我只能保大强、呆呆、王子他俩不开刀，和呆呆动一刀，然后秀才说不不不动一刀，那这四个人不能都是不不不刀的吧？有，好。18岁100%是吃个狼走，100%全票打飞，不不不应该没问题。过喂喂喂喂，那个我餐到了，我取个餐。那个我刚才听发言说不不不刀完跑了，那我这把只能先跟票啊。过，我能保的也只有猴哥跟大强了。听不不不怎么说要过，不不发言，因为我刚刚刀亮了，我直接就随便挑了一个刀，然后耗子不是说买了新键盘嘛，想跟他拼一手，直接冲上去就给耗子干了。那秀才哥说的是确实是我拍的，因为我刚刚以为板子开错，我想哎那就随便刀一个吧，我刀亮了，我复仇者，我直接拍身份，出不到我啊。那我既然刺客都走了，猴哥刚刚也点出来了，后面也一个身份都没有拍，对吧？为什么大家都不拍身份呢？那大喵你后面拍个身份出来呗。那秀才哥刚刚那样踩我，他看的是没错的，所以我不踩秀才哥过。你肯定是姐坏。 OK 大喵是什么？大喵是灵魂出窍的星界，应该是有一个鸡腿是同时爆开的，是在那个拍铃的右边，两个腿应该是王爷和鱼鱼的，是警长的双倒。然后呆呆开了苏苏几刀，不不不开了耗子这一刀。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第二就是把这个不不不这刀先票了吧，好吧，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看看呆呆这个过。要不你票了，没有人发弹幕吗？他怎么满票呢？麻了，这什么情况？他怎么满票呢？那你问谁呀？这那秀才，难道秀才哥不是好人吗？大强，大强，大强，快说快说，怎么，我要出刀了。我跟踪。那我空耳朵，我空耳朵。sorry， 我也是废物。我空耳朵。哎我刚刚搁这儿，大喵灵魂知道为什么往上走？什么意思？如果剩狼剩下多，他们应该开刀了，对是不对？你就啪啪双刀，游戏结束了。对，没错。哎呦！一二三四五，
要不跳个票过？跳不了一点，你没有任何的队友了，缴械投降，何呆呆？我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你已经被我们给扣住了，过。没错，跳不了一点票，我铁好人啊，投你过。我要投何呆呆，我是好人，过。束手就擒吧，那个小鸭小鸡不是小小狼儿，嘿嘿嘿，我投他。星界行者是吧，大喵？啊？等会儿等会儿，晚饭吃了吗？大喵吃饭了吗？大喵，快快投票，大喵！大喵还不投票，还回吃没吃晚饭？哦，我应该，挺就剩我一个。就剩你一个了，呢全死了，我让你们都死了，全卡完了，没有坏人了。贺呆呆，你说呆呆，你给我等着。少了一匹狼，少了一匹狼，上来吧，听不到了，我题目在哪里？没得办法，没得搞了。你看到没？来，我一个秃鹫，一个秃鹫去找狼，狼把他给抱出来了。不是我逗你，是18岁逗你。哎，我挂机一把，我那个，我去拉一下肚子。嗯，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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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人，是一个人。那调成那个两狼三。哎，有刀的尽量把我倒了啊。不是，哦，三狼三中立啊，三狼三哥直接进游戏的 ，OK。三狼两中立不是吗？对，有刀刀一下，有刀刀一下 ，OK。我必刀刀 ，OK。全图追杀，准备。啊，报仇的时候来了，兄弟们，上厕所。干啥呀？吃点饭。吃。好，一个在上厕所，一个在吃饭。行，那我站你俩中间。那行，我站你俩中间。好，我们就这样站着。你爱的那个天使，好人带我给夫妇聊了。这个夫妇上来给我上海给我唱歌。这个夫妇好，叔叔吗？好呀，好啊，朱大强和谁呀？当时是往那个饭堂上面嘎嘎跑。我们在饭堂这里，我和耗子在那个台球那儿，我在那个爆饭堂的桌子左上角看着你。朱大强带着一个人上去了之后，我再往上走。凭什么这个医疗室上面有个鸡腿？朱大强，麦克风交给朱大强，看看朱大强怎么说过。是这样的，我呢，我先弃个票。待会儿时间到了我就弃票。我是个鹈鹕，我当着绣春刀孙悟空18Z的面在储物间吃了何呆呆，进来之后我们三个全他们仨全没了。不是啊，你芸芸人是啥好人啊？我去。我先弃票，我过。他没有发言啊。我其实是相信那个大强姐吧，因为我们俩出生之后，我们俩就想去找这个秀才哥，然后但是呢我们俩没找到，我们俩在那个船员宿舍下面那个通道那个地方分开了，我往上走了。如果说他动刀的话，我早就死了。这辣呀。所以我这里可以保一下这个大强姐。辣死我了。鱼鱼，你要是不跳出来送的话，我还真不记得你是在饭堂的那个人哦。因为我只记得好像当时我跟大喵离开饭堂的时候，步步是往饭堂那个就娱乐室那个方向走的。你这么着一说，那就是你跟步步呗。因为我跟大喵是往那个全员宿舍走的，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害怕了的，因为我感觉，我怕到时候就是大喵是个坏人给我刀了，所以我往回撤了一下。那你说的那个位置没有腿，说什么呀？你应该是在饭堂跟你的队友刀的人，这把肯定是要投你了啊！过，拉起发言。这把我跟王爷出生在一起，然后我们去做了那个通讯的任务，他全程在我旁边。那我能保住王爷，然后去做完通讯要去开那个广播的时候，有遇到大强跟大喵，
他们也没动我动刀，说要去找，好像说的是要去找秀才哥给他嘎了，然后他俩就跟我们擦肩而过了。我信息就这么多，那在我这王爷、大强、大喵应该都开不出刀，那剩下的随便归王爷。王爷这边发言啊，那个如果秃鹫有在的话，跟你们说，就是说三郎在，好吧，先投一批狼出去。又吃辣又吃冰，那必穿，还有四条。吃辣不吃冰，打飞鱼那不辣完了吗？铁票，举什么？我要扛退他了，说是，哎。耗子发言，罗点三郎一提壶，王爷提壶，大喵猪大强我，呆呆王子三郎。哟，对，咱俩拼刀吧，耗子。拼刀？你跟我拼啊！我警长，你跟我拼？我不信。耗子狼、啊、也信吧？三郎、啊，那你也信吧？他到底是王垃圾？看你的了！进来，一进来三个全没了。没好人啊，第一。别急、啊，你别急气呀、啊，最后再气呀、啊。就是小夫妇，干嘛要自爆啊？你自爆肯定抢你。小笨蛋，四郎就过来找我。我到底气不气？我想着三个狼在的话，那不一定。哎，估计王爷得死了。啊！四郎还在吗？还在吗？就这，就这，四郎就过来找你，就这。为什么一个锁匠这么嚣张啊？你个锁匠，你凭什么这么嚣张啊？为什么呀？你个锁匠凭什么这么嚣张？因为锁匠有锁啊。我又没玩上，我又没玩上，完事了还没开出刀，我贪官的那个界面完了，我感觉秀哥还没有出去玩，怎么办？哎，有点太快了，对，没事，等待一下呗。对，拉奇，你有刀啊，拉奇，给他围起来，给他围起来。哎呦，我有啊，紧张，那你们等我，等我，给他来呀，兄弟，你们来呀，哎，我搁那等着，挡一挡，帮挡一挡，他们肯定会来。叔叔，那我也去上个小厕所尿个尿啊！别尿了，我来了是吧？来哎呀，能不能再接近一手？肯定快，可以。他这个小走，你什么身份？有呀，那个啥，拉起发言，我刚跟胡哥跟大强分开，然后在拐角步步就到牌了，然后我就报了警，然后报警之前，耗子从右边探了个头出来。有鸡腿，那是谁刀的？如果能看到耗子，那胡歌大墙里面开一个隐身。我的信息就这样，应该是冲过来，隐身冲过来，然后刀了。谢谢猴哥，我的神，这钻石反摔。说实话，我也没有刀，我想去参战，不是我想去观战，然后就一直按着 R 走路的。我信息就这么多，胡歌大墙里面应该要出一个，因为他们没有来翻糖，然后掉头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过。谢谢王爵发言，我跟鱼鱼是出生在一块儿的，然后的话我们往娱乐室走的时候，当时遇到了那个苏苏说那个拉奇挺能编的，苏苏是直接就说那个何呆呆是狼对吧，就是苏苏当时在那个门口是这么说的吧，我应该没听错吧，然后后来就马上报警了，好吧，我这边没有别的信息，我是没有看到那个布那边倒牌的一个情况的，我这边过。 OK， 耗子发言，我还以为拉奇会说有专杀呢，为什么？因为拉奇报警的时候他脚下是没有鸡腿的，我是没看到的，我还专门看了一眼，哎，拉奇怎么报警了，走着走着就报警了，他也没说话，但是前面有尸体的话他会哎，但是没有，至少来说在我的视角里面我还专门看了一眼，他脚下是没有鸡腿的，好吧，那是啥，加拿大吗？啊，你是不是在左边刀了人然后往下跑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是鹈鹕吃了人对吧，加拿大嘛，拉奇，头拉奇啊，头拉奇啊，他走着走就报警了，我人傻了，他从左下角啊，就他大概一秒钟的样子，
就把走着就报警了，那说明在我没看到的时候他把布布给吃了或者是刀了，刀了，但是不应该啊，那个拐角的时候那个距离一秒走的那个距离我应该是看得到他后面的腿的，但是好久没跟全哥玩，大概率他应该是吃了，好吧，他那里周围全程没有腿，那就头拉起这个鹈鹕过。鱼鱼发言，耗子前面的逻辑都还对，但是为什么你最后来了一句他是鹈鹕，对是不对，有一个这个问题啊，这是我打耗子的点，但是拉奇刚刚也提到了猴哥嘛，再还得听一下猴哥怎么说，然后这边的话我是觉得有点快，其实我是比较偏向耗子这边，但是耗子来了最后来了一句他说拉奇是鹈鹕，然后这边我是跟王爷共事野，然后叔叔当时跟我们在一起了，叔叔说呆呆嘛，我想听一下叔叔怎么说。然后当时我是头上不是还有一个人，我当时是喊那个人下来跟我，就是因为我和王爷互相在一起这么久，我相信他的情况下，叔叔过来，我是想把上面的人喊下来，但上面的人不理我，好吧，过。嗯，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和呆呆一定为狼，但是是在武器房，我跟他复活在武器房，我说我给他唱个歌，就跟之前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他不怕我，他愿意听我唱完，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在等 CD， 其他的没有。猪猪在染头发吗？呆呆过，染了个什么色 啊？我听了一圈下来，前置位没有一个人，就是说有加拿大的信息去报这个呆呆王子的。如果后置位也没有、这个，猪猪的粉丝牌是扛推谋，加拿大信息去报的话，他有个钻粉。如果真跟耗子说的那个样子，毕竟是王少没有那个鸡腿的话，他要么他应该就是吃到了加拿大。这一轮的话，我能保那个十八 Z 和秀才哥啊，我们都在娱乐室，没有这个动刀的机会。过。哎呦，反正从报警到你们前置位发言吧，就耗子听感我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对吧？那耗子都说的清清楚楚了，没有鸡腿，呆呆王子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就报警了，那就说明肯定不是狼刀的，又没有专杀的板子，对吧？对不对？那你们为什么鱼鱼还要去踩耗子呢？我也没懂。那不应该打死这张呆呆王子吗？而且那大喵都明知了是吧，他吃到了加拿大，你还在说找加拿大来捞他。鹈鹕不，鹈鹕是没有队友的呀。那我是组织没听明白哦。哦，这边肯定先出呆呆王子，猴哥应该是好人，我知道他在哪个位置，因为我复活的时候看见过他。我这边也能暂保大喵啊，只能暂保他没动刀嘛，对吧？啊，过。OK， 何的在发言。首先说一下，你的舰长礼物到了。三局在跟我在一起，三局都要唱歌，我只是单纯的想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来。然后 House 啊，我感觉 House 发言这一次发言，我有点不是那么信他，因为他有点磕巴，有点紧张了，他重复了好几遍，一样的话，所以我感觉怎么 House 观听感不是很好啊。但是如果后置位确实没有加拿大或者那种能捞的，我还是可能会信。呆呆王子他是自己嘎到或吃到加拿大，然后我跟秀哥全程在饭堂没有动过，我听秀哥归票过，全票打飞爹爹小王子，然后饭堂我的视野里只有大喵跟十八 Z 贴在一起，然后我跟何呆呆在报警的那个开饭的那个桌子那儿啊，这全部信息。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叨到了加拿大呀，结果他聊了一堆，然后又踩了别人，但是到耗子这个地方没有发言时间了，是不是？那就是可以暂牺牲过，全票打飞呆呆王子，我跟朱大强搁一起，那不跟呆呆王子搁右边，然后就是没过两秒钟这呆呆王子就报警说我们俩隐身狼，哎呀，全票打飞，胡说八道。朱大强，你不说点什么吗？我死了就是孙悟空。我可不知道他身份啊，我不知道啊。单狼弃票啊！鹈鹕走了这么多人弃票，哎。Hello， 嗯，鱼鱼我刀的，然后我被拆死就直接出叔叔啊，然后叔叔你好好聊，这刀我出了，我正义，我你这边聊不好是吧？我一刀换一狼，没办法，鱼鱼你上来站在那个位置，紧急任务响了。
我这一刀就出了，我正义八，我这刀我认了，再给我来点，祝你好好聊啊，过。我也和大家发言，我是跟鱼鱼一起出生在这个发动机的位置，然后这个鱼鱼他的行为确实有点诡异，他上来我是直接从上面想去娱乐室嘛，他就是往右边反应器照了一手，结果发现苏苏从反应器复活，然后他就哎又从那个门口出来了，然后跟着我们仨一起走到娱乐室，所以苏苏一路喊他是可能威狼。然后在饭堂十八岁给了他一刀，现场有我有苏苏有秀春刀还有王野还有谁不记得了，过。那耗子去哪儿了？没找着啊，耗子自己单走。鱼如果我们认定他是一个狼的话，然后带带王子他是鹈鹕，就这么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刚才弃了四票，那弃四票有没有可能呆呆王子是狼，他不是。谢谢猪猪的钻粉飞鱼。他要是不是鹈鹕的话，那耗子鱼有装甲就服了，应该不是坏人了。哎，对不对？那如果要是呆呆王子是鹈鹕的话，而且又吃了加拿大的话，那耗子你是啥那么单走啊，对不对？过了。已知呆呆王子是一个鹈鹕，然后十八岁把鱼鱼给刀了。其实鱼鱼上马的发言确实有点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怎么能知道呆呆王子是鹈鹕呢？耗子很明显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这个呆呆王子脚底下没有尸体，那他不就只能是鹈鹕吗？而且呆呆王子没说是有专杀，他这必是鹈鹕。所以耗子在我这里跟呆呆王子应该是不共边的。然后这轮报警前一刻啊，我在娱乐室的上面看见苏苏了，苏苏应该是出不了刀啊，过。啊，耗子的命我保了，因为耗子是点出鹈鹕的人，而且是第一轮发言直接把票掰上鹈鹕身上的这么一个人。大喵秃鹫啊，我铁保耗子了，然后这一把实在没人出的话可出大喵，过。啊，王远这边发言，我这边肯定也是铁保耗子为好人，但我铁保耗子为好人的逻辑并不是因为耗子点出了是鹈鹕，而是因为耗子这边当时说的其实很清楚，就是说他这边是看到拉奇这边报警是没有尸体存在的，那以致我们现在这版面上没有专业杀手，对吧？那只有可能是鹈鹕，所以当时鱼踩了耗子的话，在我这边他一定是一张匪牌，好吧？如果我要是警长或者正义的话，我一定也会刀他，好吧？就这么简单，过。OK out 发言，我为什么单走？我在食堂做了一个抖那个桶的那个任务，好吧，不信出去做一个进度条嘛，对吧？我要自证嘛，对吧？我踩走一个鹈鹕，还有我的嫌疑还有可能是狼嘛，我自证嘛，对吧？左上角进度条会动的，那么对吧，饭堂的人我觉得里面会出一个啥，会出一个做任务的狼。为什么？因为饭堂是离桥梁最近的，而这个起火任务就是桥梁的任务，所以说谁是从右边过来的，有没有人记得？你们饭堂的人，我听叔叔说一首，好吧？进去的时候有没有人是从右边过来的，对吧？我是在饭堂的，我是在食堂的。大喵他走过来问我，你是爸爸吗？我不是，好吧？大喵是秃鹫，然后但是我要踩的是谁？我要踩的是秀春刀，我觉得他的疑点比较多，好吧？他没有报自己的位置信息，猴哥说的时候呢，至少来说在我看来他说的那个信息的话是像他很早就在娱乐室的样子，那么秀春刀之前在哪呢？他没说，对吧？然后他没有根本没聊自己的位置，没聊自己，他就一直在聊我，所以说我觉得秀春刀有问题，过。我点三郎、王野、鱼不、何呆呆，先告诉你为什么这轮点何呆呆，这一轮我在那个反应器复活，何呆呆跟鱼在发动机复活，他们两个人是都想往反应器里面去的，他们往反应器里面走了之后才发现我是在反应器里面复活，当时我就立刻去说了鱼不能是啥好牌，然后何呆呆只能说是被一张发现了的牌，但其实何呆呆在我这也得是个狼。然后结合上一轮为什么点王爷啊，我跟何呆呆上一轮在武器房对话，我们对话了很久之后走到了娱乐室，然后那个时候鱼才刚刚跟王爷从那个桥梁那边过来，你告诉我你们在那边没有盘信息，你上一轮没有告诉我，王爷你没有说你跟鱼有盘任何的信息没有，
那为什么我跟鱼鱼都唠了很久了，走到娱乐室，你才刚刚从桥梁那边过来？那我这里我打鱼鱼是老你王爷了，没有问题。你王爷只能说坏话。何太太，我不应该跟自己反着买一手，不相信一下自己。先出王爷，这一轮先点王爷过。我没想到啊，邪恶秃鹫的发言呢，确实是得跟自己反着买呀！我操啊！欺骗了！哎呀，爸爸妈妈胃口饭吃呀！我差点我就给他饿呀，来了一手。差点给来了一手警长！我天，咋的？妈妈说了，你80%，我说了你80%，我没。到底有没有妈妈胃口满？到底有没有满？朝给孩子饿的。何太太是有可能啊，这胃饿坏了的。你闭眼，快点，孩子饿呀！猴哥是什么身份？我是风铃，我是带刀。有哎，嗯，有啊，杀的是大喵。那么直接报身份吧，大家就只有一匹狼了，对不对？我是通灵。好吧，右上角的进度条是动了的。没有。鱼鱼是狼出去的，肯定的。为什么？上一轮三个弃票，那如果鱼鱼不是狼的话，那么应该是四个弃票，那不是好人局了，对吧？大喵都那这个秃鹫都弃票了，对吧？那么就说明鱼鱼是到对了的，王爷也是对了，那么只剩一匹坏人了，一匹我通灵报身份吧，过。按照上一轮的票型，大喵肯定是弃票的，王爷也是弃票的，还有一个弃票谁啊？何呆呆啊？我认王拉奇是个鹈鹕，王拉奇鹈鹕。为什么我说上一首《步步步》是复仇者？是个狼。第一，我在武器房，我跟他复活在武器房。我说我给你唱首歌，但是他不怕我，他让我唱。当时我就怀疑他了。然后呢，上一轮紧接着我在反应器复活，鱼鱼鱼跟何呆呆是一起从那个发动机往反应器里面去的。然后呢，碰到了我，我们往上走的时候，何呆呆才开始搁那质问鱼鱼说为什么鱼鱼要往那个反应器里面去。所以其实何呆呆在我这儿，我打不了他定匪，但是其实80%他就得是个狼。开身份嘛，我复仇完了，我觉得可以出何呆呆了，过。好，夫妇啊，你不是玉耳就是钟礼记一下，我直接还是上一波那个逻辑。如果我跟鱼鱼为兄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活着走到娱乐室。你这个被害妄想症啊！我建议你啊，就是说去看一看，好不好？我给你出钱，行不行？我是殡仪员，在饭堂的时候我也说了，而且想一想，第一波在饭堂的时候，第一波还是第二波吧，18岁在饭堂动了一刀，我为狼，我为什么不上去补一刀给他嘎了？然后刚刚这一波，如果我为狼，我为什么不上去再补一刀，再给你们其中一个人嘎了？尤其是你苏苏，如果为好，你连续三波发言全部都踩我，我为什么不给你灭口？我还让你在这叭叭，我这直接让你就是火葬场，你知道吧？给只给你烧成灰，就你这个色儿，我真的是气死我了。玉娥，如果没人出，我觉得这个苏苏要硬这么踩我。如果不为好，我要打废套了。过，兵员过。我系工程师啊，我好人带刀，罗西刀。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耗子在我这儿呢，我把它定义为铁好人。我是好人啊。然后苏苏是上一轮点了王爷的一张牌，然后苏苏点了一手何呆呆，但何呆呆起跳力度还可以，我说实话。那朱大强这个位置我其实不太敢信呢。这轮啊，其实在我看来啊，现在秃鹫也没了，应该没什么坏人了。这个我们即使归一个啊，就是朱大强这个位置我是不信他的，我们就从苏苏跟何呆呆里边归一个，毕竟他俩这轮是焦点位。由于上一轮苏苏他的这个点彩力度非常的可以啊，发言也不错，我决定投一首何呆呆过。万万行了，我想笑那个啥，苏苏你听我的啊，
你也别投何呆呆了，你这两把踩何呆呆吧，我确实觉得还挺有道理。但是何呆呆这波反扑情绪来说，我觉得他应该不像是那个坏呗。但是你再想想啊，这孙悟空他抱的啥？抱的罗西刀啊，罗西刀，宫廷熙能是什么好人？我星界行者呀，我一直在那个医疗室，大喵是过来问我叫主人的人，我肯定是那个铁鏖。你信我，这把投孙悟空没毛病，他这两把发言纯纯划水，一直在复述第一轮大家说的信息，那也就是说明什么？他没信息，工程师呀，能钻井盖没有信息呀，投他呀，准没错，投他过。我发发的朱大强。你居然能投我、啊！大强姐跟我想的一样。工程师能是什么好人呢？我也想投猴哥。这会儿敢报工程师，点我两。我这没有坏人了，全死了。出去，我吃个饱。我以为猴哥是什么官？我以为猴哥是官鸟星界呢，他在那个医疗室那边。回放啊，是啊，小蓝狗，记住啊。哎呀，真是！我跟你讲啊，叔叔点的你的理由啊，我听都没听。猴哥发言了过后，我就想和猴哥。我跟你说、啊，跟我刚才要是不出王爷的话，王爷已经死了。那么，啊，他发言我就已经要刀他了。啊、OK， 对对对对对、OK， 孩子乐呀，下把换俩爹妈。是吧，兄弟，你是这么说的是吧？行。我跟你说啊，你刚才那个发言就是属于是二波划水、啊、然后想立自己的牌坊，但我跟你说，但在这个时候就很完了，是吧？对，来。